对，聊聊我媳妇儿，聊我媳妇儿家的国家那边事儿。good good， 看看我老婆今天穿的他们当地的民族服装啊。一会儿要回我妈家，今天我老婆说，要带点调料，带点玛莎拉回去。那个准备给我母亲做咖喱鸡，给我母亲他们做咖喱鸡肉。看看这个是玛莎拉，这上回我给他买的调料。我老婆说，因为他挺馋他们当地的食物的，因为在这块儿吃不着，所以说我这费了千辛万苦啊，才给他买到邮过来的。我是装回的，这几个，完加上这个 ，OK， 这是芝麻粉吗？那是芝麻粉，对，这玛莎拉完成了。小亮回去准备做鸡肉吃，给我母亲。我母亲他们还没吃过这个咖喱鸡肉呢，没吃过这咖喱鸡肉。都掏麦麻子。呀，一分钟就这回开两瓶。那我呗，哎呀，我也都掏麦麻子。没干什么。Surprise。用的 surprise。OK， 我老还挺可爱，要给我妈一个惊喜，好吧？good，OK。我妈怎么会生气呢？我俩回来，我妈都得开心死了。She always cook food when we come back. So tired, you know. So I want to her not feel so tired, stressed. I want her to be okay. Okay. I'll cook. Okay. 啊，我老婆是挺好。When you call, she will like do cleaning. Because last time. She clean all the house, right? Okay. And she cook so many food. Whenever we go, she just give food. Run, give food, like take food, give us to us. Oh my god. Okay. That's right. 挺善解。I want to feel her like okay. 挺善解人意的，好嘞。What is our time? 来在菜市场啊，买点那个鸡腿啊，回家做的。鸡腿还有吗？鸡爪。啊，鸡腿八块斤是吧？哎，对。这是鸡腿八块。你这扇骨多少钱呢？扇骨14斤。24，来四个吧。来四个。来四个。来四个。四个，那对，就随便挑吧，挑四个得了。挑四个，家里人一顿够了，家里不少人吃。都给我们剁了。这鸡腿多少钱呢？四个。这眼神儿。啊。行，二十来块钱是吧？行吧，剁吧。Let's go， 妈妈家。OK， 现在已经到在道上了，现在再有半个小时就到家了。OK。饺子到这个石头口木水库下边这块溜溜的。好的，奔那边下去 ，baby。So cool， 来奔着下去。小明。啊 ，here， 来 ，go， 发了没 ？Yes， 对。干嘛 baby， 慢点，这块能不能下来？那边去啊，绕过去吗？慢点，老婆穿拖鞋不大好下。啊，河边的。啊 ？Fish。啊？哪有鱼啊 ？Fish， you take out fish。钓着了 ？No， 没有 ，No。这是 eat， 这钓完鱼放这里。more we can eat。you have a big bucket now。你塞的哦。哦。车了啊！现在我上楼，我这东西拿上去，这个鸡肉啊，看看我妈还不知道我俩回来呢，我老婆想给我妈一个惊喜。OK。敲门，敲门。嗯。哎呦！没收拾屋子，你俩过来。没收拾屋子，没事。
我俩这回来也没打招呼，就回来了。嗯，你们吃饭了吗？这回好像吃没吃？我俩没吃，也不用了，到刀里吃吧。猪猪呢？没吃，我来找你，俩吃饭。不用不用不用。那快穿着，扶着老婶来了。还没起来呢？我天！你坐吧，没事。你坐。叫老婶儿。你坐。这嘴咋不会说话呢？嘿嘿，石老师教英语课，你看这俩今天来看，难整的。嗯，难整的。好吗？你说啥？我说你好吗？啊，你好吗？你好。这个，来吧，这个 baby，、嗯、用画布来贴上。嗯，给我这小侄女贴上一个题卡。那鱼头啊，那鱼头。OK， 贴上了。好的，好看。This is like in the funny now。really？ 那个那跑。他说小侄长得像你不是小猪呢？好可爱。这个是他们 school。school。嗯。啊，学校这东西好像。But we have a small one, not a big one。嗯。我记着。谢谢。谢谢。是我妈给他一个什么项链啊？玛瑙的。玛瑙的。你是花多少钱买的吗？好看。好看。花几十块钱。谢谢妈妈。花几十。不客气。花几十吃再戴好看。好看吗？嗯，跟他衣服挺配。嗯。Look like Nepal. But different. 啊 ，different。嗯。我妈来领他来买点菜。因为我看到我家附近的市场，空港的市场，孙文妮，孙妮。嗯，好吃。嗯，啊，买两个哈尔滨，这是什么肠啊 ？What is this？ 烧蟹子。meat 烧蟹子。哦。meat 烧蟹子，你进吧。收了你19块那天的。啊，那个那哎呀，说。叫啥？叫。我叫艾姐，她姓侯，叫怎么叫我都不知道了。嗯，我应该叫。啊，叫舅舅。叫舅舅啊，我应该叫舅舅是吧？跟我老侯就是，那个 uncle， 要买两个毛葱，你买两个行，不用买多了。这干不要吃。来。漂亮呢。好，好看吗？好看。不行。啊。能听到好看，俩字。哎呀，好嘞！哎呦，给我妈的那个我朋友，真像印度的丫头。你好吗？哈哈哈哈哈！这好玩的。这聊聊我媳妇儿，聊我媳妇儿家的国家那边事儿。那过来看看，老今天穿的民族服装啊，比较挺招风啊。嗯呐，他回这边的什么？现在开始切上啊，配调料了，现在。鸡肉片子稳定了。啥什么这蒜泥啊里边啥的那个汁儿啊，里边有辣椒，还有芝麻是吧，姜和蒜也打成汁儿，那切上了啊。做的挺认真的样子，马上拉啊、哦、这个鸡肉马上拉，先放上了。对，现在这个压这个汁儿已经放下了，这嘎鸡肉现在就是入味了，现在就已经，哎呀，嗯，这已经炒出味了，炒半点，嗯，炒半点，这鸡肉做完了，这是。你尝尝这个咖喱鸡肉，我跟你说，这咖喱鸡肉啊，这个肉我跟你说大舅，你可吃不着啊，在。
挺好吃啊，这可是他们本地的手艺啊，你在饭店吃，在饭店都吃不着，吃不着这味儿、嗯、真的好吃。嗯，在中国好像吃不着那个他们当地人做的那个食物、嗯、饭店的食物都不一样。嗯，来猪猪尝一个，他吃了吗？他吃一了好像啊，吃呢，怎么样、嗯、好吃好吃。反正那个咖喱那味儿你不一定咱们里面吃不怎么适应。嗯，啥反应啊？什么反应啊？这咖喱啊，没吃过呀。吃没啥反应，这玩意儿啥反应？哎呀，这玩意儿跟咱家的材料一样。材料一样，跟那个调料的呀。嗯呐。你吃怎么样吗？行，挺好吃的。你吃面条干啥呀？你咕噜上呢，你不吃着吗？行了，我妈说不让你洗呀，这样不洗都不行。baby。嗯。我妈说不让你洗，行了。好的。No wash。喂。It's okay, my mother will wash. 嗯 no 啊，就扫上了。我妈吃完饭下来溜溜了，领我妈就领我媳妇儿下来，上广场过来看看溜溜的，这边还很热闹的。这零五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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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就因为那个英语说话，英语交流。我妈也听不懂。那个阿姨要给我老婆拍个照片。这边。